Hello， 据说娱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ngelababy。有没有很期待小明哥这场筹备很久的 M-77 大秀？期待啊，因为其实衣服我都还没有看过，所以还挺期待这场秀会做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之前听他们说，好像会有一点点的童装，这个是我最期待的。对，期待穿这件是 M-77 的新品吗？是的，是的，我这件衣服有个名字叫。不要碰我，因为一碰我它就变色了。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在拍一个电视剧，叫做《欲望之城》，之前跟黄轩老师的那个《创业时代》已经杀青了。对，我们简单安利一下《创业时代》这部戏吧。创业时代其实讲的是一个互联网创业的故事，就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故事，然后讲的是一群年轻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拼搏，挺励志的一个故事。最近种草的一个单品是什么？种草的一个产品啊，泰格豪雅的手表。那你私下会网购吗？会网购，对。那你会穿秋裤吗？会，而且还穿发电的秋裤。最近和吴秀波一起拍《欲望之城》，觉得自己有压力吗？压力肯定会有啊，但是吴秀波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前辈，就是他对戏的把握不单指他自己能做得非常精准，然后他对我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其实跟吴秀波老师合作觉得是一个特别放心而且特别享受的一个过程。对，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那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其实到现在拍到现在每一场戏印象都挺深的。对，因为吴秀波老师的要求非常的高。对，所以就是一直不断的逼自己更好的演出。给小明哥的微信备注是什么？备注啊，就是 AAA。对对对，排到最前面。2018年马上到了，有什么愿望吗？2018年新年愿望呀，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自己有什么想说的？对自己，也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